各位受访陈立先，大家好早，再去咱继续过来讲解《极乐净土》，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阿弥陀菩萨。阿弥陀菩萨就是这个，大家为着世间的和平，凡是哪有爱好，希望世间会当和平，世界会当和平的人。而且实实在在去做的，拢是阿弥陀菩萨的化身。咱的12月30日咧，啊，这个跨世纪啊，四大殿啊，祈求世界和平，这个大法会时啊，参加的人45000人以上啊。那么当日啊，本人啊，那摒除着一个心，希望照着这鼻甲目啊。跨过这个苦，进入乐；黑暗进入光明。有2000年跨过2001年，对入一世纪。那么在写字的时啊，咱得爱定静，任何一件代志，你爱定静啊，将内在的不择智慧甲发露出来，迄就是静。请静静呢，恭请神明，天人合一，人心合一啊！迄个时阵啊，咱就发到真真正正发露着内在，发觉着咱内在本来就具足一个力量。所以伫咱师道殿当天呐、啊，咱伫这个广场上呐、啊，老师奉老祖师尊的开始啊，咱嘛。冷冷静静，大家共同一心，共请着诸天圣神佛菩萨，啊，天龙护法降临，就由闭目的关系，将咱所有一切的烦恼跨过去。梵基山仙佛寺中门长期以易经、风水、禅、佛法、生活法作为弘法立身的桥梁。中导师浑元禅师多年来积极筹建易经大学，期盼将中国古圣先贤心法易经及风水学广为传播。虽然学校尚未建设，但已在全省各地区开班传法。总导师浑元禅师希望借这摆的南弘盛会，会世妙笔，实现法界天人心灵中至诚的金梁瑞相，并将所有来参加这次盛会的嘉宾、师兄师姐永结善缘。在钟导师极其挥毫的时候，我们仍请享誉国内外艺坛的优剧场禅定中古乐助天威，恭迎龙天护法降临，护持世界和平。
十方圣帝说，哈，咱每个人手拿一支笔在写字的时候，会当将咱的烦恼照笔墨加化为无形。但是咱有个人呢，错误的观念，用笔笔甲墨呢，专门伫无中生有、无中生有，投诉啦、稀罕啦，制造社会的困扰。尤其呢，咱真济报社杂志呢，吼，作者写呢无照事实的写，扰乱着全民的心啊。这因果恁爱负责、爱负担。所以这个因果，咱唔知好惊。咱知好惊呢，咱白纸写乌字写的时啊，咱往往会造成这些不可收拾的烦恼出来，甲苦恼，叫做因果。那么人甲人中间呢，咱若有啥物约束，上好是一定爱照着笔甲墨，咱安尼写，写一个凭据。你甲我有一个凭据，名签呢有一个凭据。那像九日一灾后以后呢，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啦，咱爱心团的动手，哈、啊，这正哩侪人啊，哈、啊，去到南投各个学校。哈、啊，咱咧希望讲，因个环境风水方面咧，会当得到一个改善。以后出个囡仔咧，哈、啊，大家心较平和。无想到咧，哈、啊，少数学校啊，民意代表咧，哦，含照到即个媒体咧，大肆咧，大量甲签哦，宏源禅师安怎？啊，馆长安怎？错误观念，啊，无智慧、无事实、无智慧个报道。确实，因果你家己负责。凡是若有益的，对大众无私的，我一点一线五厘，佫无交代，含茶饭拢无交代嘞。奉献大众，真系伫奉献的动手地主啊，嘛是阿弥陀菩萨化身，希望社会会成为净土，人间会成为净土啊。所以啊，咱笔甲墨嘞。真重要。那么我甲写分完，甲签字分完，好、哦，所以为老你在要签名，负责，负责。希望各位啊，咱啊用着笔墨的时啊，咱爱就负责。那么咱祈求世界和平啊，下我定中啊，定中嘞、啊，奉请诸天圣神菩萨，心、口、意、手，全部共用龙天护法来写出这个如意啦。北的如意啊，代表东西南北上下，吼、哦、六方的天龙护法，拢降到地球上，啊，降到国父纪念馆，以大众共同祈福的十方善事大德，这阿弥陀菩萨共同祈求世界和平，所以大家的力量就由我的手，哈、哦，阿个意念来这里天人合一，写出。如意啊，来供养法界，希望十方天龙护法会当护持加持各位参与这个法会的人心中，吼、哦、人心，大家心中咧会当得到这个无限的法喜，就有笔墨的金龙，哈、哦、会当启发大众内在心灵的金龙实现伫咱的世间。老师挥洒翰墨，
方陈弟兄，都正你所看，啊，我本人心靠于供养，来挥毫写这字，这金龙如意。咱用咱的目睭来看，一团乌乌乌白；但是用咱的心眼来看，是一个光明。啊，一个放出这个目咧，是一个光明，代表咱的每个人的灵性的活泼，代表咱每个人的灵性咧，这样的有力，代表咱的灵性这样的有活力。而且呢，咱的灵性所发出的力量啊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这个鼻甲目是咱人生命，也是咱那个人甲人中间，吼，一个信物。希望各位十方善信大德、善知识啊，啊，虽然我写都这样所写这呢。哈，你看到感觉无啥，事实上呢，这是诸佛菩萨圣贤呢，我心靠于供养所给人启示，代表启示咱每个人灵性的传播。咱的活力，咱的希望，咱的快乐的心，遐呢无集；咱的智慧嘛是同款，遐呢无束缚。咱人的智慧是无量劫以来所带来，咱的人的智慧所带来以后呢，咱拢是无开发出来字语尔。虽然哈、啊，我写只字咧，哈、啊、六百的字咧，代表六方东西南北上下的世界量天佛法，拢齐降来到娑婆世界。降临在咱的国父纪念馆。当我写好的时啊，天上蒙蒙雨啊，雨蒙啊就下来啊，相应着天龙护法已经降临着咱的会场。啊，而且呢，将这接纳、接受大众的心啊，老师的心一定咧，将所有参加45,000名。这个祈求世界和平的信众、善知识众等的心啊，哈，一同融合，哈，融合为一，照着彼目的因缘，将各位的愿望，恭请天龙护法降临。那么写好以后呢，写好者，佛门啊，直直来，这是甘露。这是法务，这是加持，这是洗掉咱2000年以上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人类恨怨不满甲苦恼，已经洗掉去啊！希望新的世纪开始啊，咱的国家、人甲人中间、国家国中间、世界所有的人类咧，会当得到这个天龙护法法务啊，予咱大家会当搁觉醒起来。若是各位搁觉醒起来，咱的世界和平的愿望伫咱的眼前，啊，世界和平的愿望伫你甲我中间拢看得到诶。所以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伫6-7个月前啊，就交代爱借由这个挥毫师道典，哈、啊，这个关系咧，这因缘呐，好、啊，恭请龙天护法保重生啊。好、哦，化解艰苦，释正经啊！也愿人心相疼爱啊，同济世界和啊，拢会当和平。咱大家今朝有遮好一年啊，兴隆这个末劫时期，几个神师甲龙天护法，祝圣贤啊，祝彼来甲咱护持啊！那希望咱大家本着一点心，拢有爱多啊，菩萨的心。哈，拢有希望个世界成为一个哈净土的心，所以咱今日咧真好一年伫遮咧，哈、啊、就祝福各位咧，大家心会当安详，世界会当和平。
展示墨宝，展示墨宝，供养法界，共祈世界和平。请掌声，感谢师父。